我像风一样吹来，你像花一样摇摆，我们的时代充满无奈，却不能阻挡它盛开。我像风一样吹来，你像花一样盛开，我们的时代是信仰和爱，这心中永恒的期待。我像风一样吹来。给他打呢？不是，编制军。又要看医生啊？朵儿。嗯？我上周末跟他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延庆。跟他说心脏是姐夫的啦？没说，但是他说只要我一天不嫁人他就不放弃，还说知道我单位在哪儿，说要跟我回家跟我爸谈谈，除非我搬家辞职，要不然这辈子就躲不开他了。太刺激了这个。哎呀，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爱情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假的，他不是胡晓光。姐，除非吧，你这辈子真的不打算再找别人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看别人和有姐夫心脏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叫什么呀？受不了。喂，三号房大师。之前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啊？你哪位？你哪位啊？喂。哎，那信息是你发的吧？你装什么装啊？你搞错了吧？朵儿，姐，他来了。怎么了？谁呀？徐天呀，就在楼道里站着呢，就是他呀。姐夫的心脏，徐天，他呀。对，他来了，就在楼道里呢。那怎么办啊？不是你出，你想个办法把他给哄下楼去，要不然我回不了家呀。回呗。我怎么回啊？他到家里见到我爸，那我爸又该犯病了。也不一定啊。朵儿，你帮帮我行吗？你找谁啊？姚晓慧。哦。小朵儿。嗯。小慧呢？不知道啊，吃饭去了吧。
什么叫缘分啊？啊，蓄谋已久是为了慧姐是吧？昨儿怎么不接电话啊？你给我打电话。别装啊，没意思。走吧。干嘛？找慧姐。护肤品用好一点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喂，慧姐，在哪儿呢？我还在洗手间呢。哦，那个，这有个人找你，你回得来吗？那行，楼下咖啡馆。哎，总编不在，没事儿。这电梯。别说话。不吉利，没那么背。我现在脑子特别乱，这电梯爱掉下去就让它掉下去吧，正好不用思考。你慢慢思考。那谁啊？就是一个朋友，跟躲债似的。我喝你那杯。这没有咖啡因。为什么？喝不了。你上回来出版社是为了小慧姐吧？杨小慧，真没想到，原来你俩是一对儿。我准备往这方向走了。行，跟我没关系。怎么跟你没关系？你把我带这儿来干嘛？这两天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啊？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？我给你打了好多天了，你怎么有我电话？没给你留过呀？有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来，自己看。见鬼了！我没给你发过信息，不信？我自己也不信。承认吧，算是铁证如山，承认。给我发信息，还给我留电话号码，那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啊？为什么？你让我想想，忙晕了。忙什么呢？42，你还谈恋爱啊？不行啊。跟谁谈呢？杨小慧，不太准确。我想跟他谈，他好像不太愿意。喂，姐。他现在坐的那个位置吧，非常有利于观察，一抬眼就能看见咱们出版社大门口。哎，你还是过来吧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觉得他能在这做一个世纪。找个男的来接你。卞芷萱啊，卞芷萱可以啊。
梁小慧躲着我，是吧？聪明。我是挺无聊的，但管不住嘴。又来电话了。喂。刚才你打电话了，没听见，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。这些天在盘旧账，乱七八糟的。你等会儿方便吗？什么事儿？过来接我一趟。到哪儿接？我们单位，春蚕出版社。我等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吧。真没见过你这么大一把年纪在追女人，我自己都不相信，说谁都不信。说说呗，说不定你不信我信。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，30多岁去了波尔顿，后来在那儿结了婚，不疼不痒的日子过到今年。在超市地下停车场看着前妻跟人车震，市政厅办个手续，提着行李就回来了。下了飞机差点死过去，拉到医院换了一颗心脏。这心脏不是原装的，信吗？信。心里就这感受，没劲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慧姐有男朋友，你看。那天晚上差不多就猜到了，没关系，本来也没想怎么着，只要他没嫁，我能常看看他总行吧。等他结婚那天喝喜酒去，喝大了了账。还喝大了账呢？人家都是喝大了更来劲。喝不了酒，沾酒就完蛋。我要找房。真假的？真的。我现在住家里，但我不想占他们便宜。想租还是想买啊？你做这行的，你有什么建议啊？租比较划算，房是不好。行，
带我看看吧。蛋蛋，叫阿姨。阿姨，哎，爸。嗯。我们家司机呢？罢工了。那个，前面就靠边帮我停一下就行了。没事，不用。蛋蛋马上就到了，就这楼。是不是有急事儿？孩子在车上就拐过来了。徐天刚刚去出版社找我，说要跟我回家。跟你回家？对，他以前这么说过，说你跟我爸聊聊。拿我当挡箭牌了。对不起啊。我很乐意。卞志军，你坐这儿不动脑子的吗？家里东西搬空了，我不在乎。蛋蛋的 SSAT 文件在外星人电脑里也被拿走了。你的路怎么走我不管，但那是孩子的前途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就像当初我不知道怎么会嫁给你一样。这位是梁小姐，梁小慧。你好。机票已经订好了，在那之前把所有的文件搞定。我不管你付出什么代价，什么都比我重要。现在我连件家具都不如。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。蛋蛋，对不起啊。现在没事了，可以送你到天涯海角。我知道你在屋呢，开门听见没有啊？一会儿给人邻居都敲出来了。哎，梁月进在家呢吗？你找他？啊，我不找他，我找你。哼，不是你找他好事坏事啊？我找他能有好事啊？那在家呢，刚进门。麻烦你给我把门叫开。我凭什么帮你啊？凭什么？凭你平时你喜欢干嘛？下棋，喝酒。你小店里最贵的酒给我来一瓶。哎，赶快给美女叫门去。走，我带您去。那白毛老太太找你，然后给支走了。你这是欠人情债呀，是欠人钱债呀，让他追上门来了，早晚出事儿。你，我跟你说，开门。你要不你躲到派出所算了，老单位安全。啊，不是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那个没你事儿了啊。哎，你掩着我脚。你出卖我是不是？不是，您客气啊。悠着，悠着。老刘，你这房子也太旧了，这墙皮都黑了。你们要看中了，搬进来之前我会找人再重新粉刷一遍啊。这房子多少钱啊？报个价。报价是450，但是可以跟房主再商量。300万。
许先生，您开玩笑。你们卖一套房子能挣多少钱？这公司统一提成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你们能不知道？我觉得这最起码你们得收15%的中介费。对，你们也太黑了。其实我们公司手上房源还挺多的，如果这一套呢二位不是很满意，我可以带你们看看其他的房子。就300万，一分不能多给。那我就可以替房主做主了，真卖不了。那你要是卖不了，这中介费是一分都没有。就是没有中介费，也不能替房主把房子买亏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别耽误时间了，房子呀多的是。那您看要不要我带您到其他的地方看看其他房源？不用了，谢谢了。啊，好了，于先生慢走啊，有什么需要您再给我打电话。不容易。这么长，我把窗户关一下，等我会儿。你这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？刚开始不知道。换个工作吧，挣多点。挣那么多干嘛呀？不受气呀。越想挣得多，越得受气，是吧？一切都是由态度决定。当你的态度积极而平衡，有所求，有所不求，有所为而有所不为。坦荡而平衡，不刻意掩饰自己，不趋意逢迎他人，做最简单最真实的自己，反而能过最坦荡而平静的生活。这刚才是你说话了吗？我们都需要心灵鸡汤。我家特别有钱，但是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家。为什么呀？那个家没了，他俩一人找了一个。你等等啊，我也想了一句厉害的。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让我们学习杨柳的看似柔弱，实则非常坚韧，反而是那些刚强的树干才容易在风中折断。让我们学会忍耐，学会承受，学会温柔以待。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，是人生优雅的转身。行，下过一番功夫。那是，我们都需要心灵鸡汤，因为我们都有一颗脆弱的心脏。我的鸡汤就是梁小慧。你怎么这么俗啊？我只是比较现实。走了。救不了你了，真是。要是哥们儿，就带我去梁小慧他们家。那我不就成叛徒了吗？咱俩生死之交，就认个门儿。你要不带我去，在我这儿你就是叛徒。你别动，我给你照个相。加多少？收你的售价吧，快。你个拍照狂！带我去吧。这光不太好。您把钩扔水里了，水里头那么些鱼，就一条相信您，让您给钓上来了。您抱着它回到家，哎，红烧清蒸白灼，一辈子交代给您。您倒好，钓上来甩两圈又给放回水里头去了。哎，您叫人家怎么活呀？这嘴都让你给勾豁了，没想好就不要钓，鱼咬钩就要负责。不是你有没有点正事儿？你什么正事儿？你跟我谈什么钓鱼啊？我从来就不会钓鱼。你没智商啊？我这是比喻。哎哎，那鱼钩也是你配的，那鱼也是你逼我钓的。谁逼你了？你自己跑来钓的，我之前都没见过你。嘿，那好啊，就算我把鱼钓上来了啊，是我把它放在油锅里，道德
还是我把它放回水里道德？你说。对刘兰芝来说都不道德。什么？道德不道德？不是，那还有第三种吗？没有，能有吗？哎，到岸边上走就别怕湿鞋，气根上你就甭碰。行了行了，碰了就得负责。你就是个不讲理的人。我怎么不讲理？我哪儿不讲理？你是不是应该负责呀？我负什么责？你碰了人家你不负责啊？怎么两个人眼神碰碰就负责呀？啊，我说你这什么婚介所呀？这是什么婚介所呀？正经婚介所，工商税务一个不少。信不信我报警？报警也是你丢人。嘿，我这要牺牲自己，我挖出个黑店。黑店呢？你赶紧你找个镜子照照，就你那脸还没你那心黑呢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心儿一个黑黑黑。嘿嘿，好好好好。行了，咱俩也别演了啊！就是我现在这个老房子不隔音啊。这么的，你让我负什么责？你说个钱数，咱俩一次性了断，怎么样？俗不俗？我提钱，我还俗？你不俗吗？你真够可笑的，你还拿钱了断？我告诉你，在你面前就一条路，认认真真恋爱，正正经经结婚，爱护刘兰芝，跟她共度后半生。哎呦！刚见两次面就共度后半生，反正你得对他负责了。谁对我负责呀？我，啊，我，刀疯子！哎，哎呀，你可吓死我了！你，哎呀，我又没跟你谈恋爱，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亢奋呢？一提我，你不是，你知道你是谁吗？你我不亢奋啊？你是不是让我跟你一块疯啊？就这儿哈。哎，你不用下来了。没事儿。谢谢你送我啊。那我走了啊。嗯。那个有需要我的随时。你那个 SAT 还能找回来吗？尽量吧。这样吧，我回单位帮你找找看。行，那添麻烦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不是你这要把我气疯了，你呀！哎，不是，这样行不行？啊，你先回去啊，我呢就当做个梦，一觉醒来就当没见过你。哎，我也从来没去过你那个婚介所，下辈子咱们也不来往，行不行？我耐心做你工作呢，为你的后半生终身大事考虑。哎呦我！啊！哎，不是刘兰芝是不是有啥毛病啊？你把鱼给我甩在我这儿，非得让我咬钩啊？人家怎么了？喜欢你就是有毛病啊！你喜欢呀呀，你说的不是自然。我要洗澡，不方便。你洗吧，这是客厅，你又不在这儿洗，我等着你。我不得脱衣服吗？我把一把岁数了，没什么可看的。哎呀，搞血压犯了。哎，药在哪儿呢？我给你递水。你平常吃什么药啊？你看别吃错了你。啊？哟，闺女回来了，咱见过。哎呀，是。阿姨，哎，我给您倒杯水。哎，好。跟你爸聊天儿，容易叫渴啊。聊什么呢？关屋里那么半天。你管得着吗你？我打听打听，什么时候处上的呀？长得可一般啊。不是一不一般，跟你有关系啊？哎，刚才我可看一男的送你闺女回去了。什么样的人？长得嘛挺斯文的，开了一大奔。你觉得他们俩熟吗？熟的跟什么似的。这是要翻天呢，这是。不是你跑这跟我坐着干嘛呀？怎么不行啊？你是不是刚才在屋里干什么见不得人事了，让闺女撞上了？去个屁去。我跟你说，老梁，你这个叫冲喜儿。小光刚走俩月，
闺女傍上大款了，你呢老树开心花。你说你开心花就开心花吧，怎么你找一正常人呢？那女的怎么瞅着她也是。老刘，你是不是走错了啊？怎么的？谁不正常？哎哎哎，你别动，你想怎么着啊？我，哎，老刘，我怎么了？老刘，你把我的冰柜撞坏了！哎呀，走！哎呦，哎，去去！哎呀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做做你爸爸的工作，啊，人老了得有伴儿，有了伴儿，脾气性格全顺。哼，孩子是不是不能陪你一辈子呀？你结婚了吗？结了，哦，结了还住家里的，啊，啊，那将来要有了孩子呢？有了孩子你不得忙活自个儿小家，你爸爸总得有人陪呀，是不是？我爸他真的相亲去了，你陪着去的，我都记着呢。填了表，交了费，我就得负责到底。对方是谁呀？刘兰芝，大家闺秀，搁过去那就是天仙，你爸跟他哎，天仙配。是和以前的，啊！我能拿铐子抡死你！哼，和以前，我十个大背胯我背死你，信吗？师傅，咱一会儿还走啊？就这儿啊？嗯，几单元几门几号啊？十号楼三单元302，右转就能看见了。你怎么了？别扭。别扭什么？把你送到慧姐家，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对我是好事。对我是坏事。心胸宽广一点。我比海还宽，比天还广呢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千万别出卖我啊！我自己找来的，相信我。你要跟他说什么呀？没想好，咱俩现在是一伙的。嗯，你看，开大奔的是不是这个主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你看好了。绝对不是。今天呢，我得弄清楚，到底是哪个是正主。兰芝阿姨，她喜欢我爸吗？就是因为喜欢呢，我才在这苦口婆心的嘛。成，我爸他肯定在院里下棋呢，我现在去啊找他，问问他究竟怎么想的啊。好好，对你呀，好好劝劝他啊。人呐就一辈子，这都过了大半辈子了，是不是？当机立断，安享晚年啊。嗯，说你这爸爸怎么有这么好的个闺女呢？你叫什么？梁小慧。哦，啊，梁小慧。也忒巧了吧，徐天你认识吗？我儿子，让我儿子掉了魂丢了心事的人就是你呀、啊、上周末是不是你跟豆豆跟徐天一块去了延庆了？啊，等会儿啊，我这有点晕。哎呦，这见着正主了，这是你。我儿子墨迹，我不墨迹，跟阿姨说句痛快的，能不能跟徐天好？
一点戏没有。为什么呀？我有爱人了。不是去世了吗？又有了。啊。那你这招我儿子干什么呢？这是。你都听见了。没听见，妈再跟你说一遍。听见了。闺女，好好的吧啊，咱们两家没缘分。走吧，你还在这惹什么人嫌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起来。你谁呀？我儿子。等会儿，刘兰芝的100块钱啊，以后咱两清了，谁也别再惹谁。妈，吃饭了，都凉了啊。是要绝食啊！昨天晚上就没睡好，在104对付了一宿。妈，吃饭喽！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！来，吃饭。这么想找对象，明儿就见这贾小朵去，就是他。行。你约我约。您都受累替我发了信息了，我自个儿约吧。是什么信息啊？是别演了，拿我电话给人发的信息。约，现在就约。约。干嘛呢？吃饭呢。哦，这点才吃啊？明儿见一面啊。行啊。啊，你找我还是我找你啊？我找你。别，我找你吧。哦。行。踏实。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别上火。嗯，身体比什么都重要，这点我体会最深。跟我玩心眼儿？告诉你啊，那梁小慧，赶紧给我把她忘了。啊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？人家不喜欢你，两个家庭也不合适。你是没见着他那爸爸。行吧，别说了，哎，蒙我一愣一愣的。哎呀，新社会多少年了，还父母之命吗？我单身，他单身，没自由了。你再说，谁单身？贾小朵不是单身吗？啊，我也单身。Thank you.
您找哪家？呀，啊，吓死人了！阿姨，附近有宾馆吗？有。哦，近吗？你出小区门口往右转就是。谢谢啊。跟着干嘛呀？我不用你送啊。谁送你了？我有事问你，今天白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在梁小花他们家碰上他妈了。什么情况？他妈给兰芝阿姨介绍那老头梁小花他爸。啊，难怪啊。回宾馆了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，你还有贾小朵，他怎么回事？贾小朵是八竿子打不着那么回事。我跟梁小花没完。这样差不多，你别说改就改，太水性杨花了。是死是活，我得自己跟他聊明白。聊不明白呢？不可能。好女都怕死缠烂打，我支持你。你笑什么？你算好女吗？我当然算好女了。啊。黄大仙死缠烂打的有效果，真的。有个时候，我是个摆设，你看了一眼的雨，我坐了一夜。一夜的你，有个时候我真的无辜，你笑得莫名其妙，我笑得莫名，对着奇妙的你。有个时候我也很重要，你哭得死去我来，我死了一回，抱着活来的你，就想陪着你，就想陪着你，想最美好的一世陪你一世，想最简单的一生陪你不离不弃，就想陪着你，就想陪着你，想最美好的一世陪你一世，想最简单的一生陪陪着你，我就想陪着你，想最美好的一世陪你一世，陪着你。